你玩游戏就玩游戏，右下不要放彭于晏的画面好吗？收到。来到了好玩游戏环节，相信各位好熊宝应该很多人，不是第一次接触这款游戏了，哇，这款非常精致的幻塔，等一下欢迎跟阿熊我呢一起来打这个世界王，还打这个正中间这一只，等一下飞进去找他处理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一次主要介绍他们这个有别于以往的这个陆地地图，他们现在有这个海底地图，而且海底地图呢，他们这一次又更新了，所以里面的东西更多元，游玩起来的体验绝对给各位舒服舒适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战斗了，玩腻了，他们还有这个休闲玩法可以玩，建筑啊、钓鱼啊等等，非常的多元，所以绝对不会让各位感到无聊。不过呢，重头戏，我们今天要来把我们的这个全新拟态角雷比利亚把它给搞出来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准备开抽，开抽我们的雷比利亚，有没有橙色？哎呦呦，好啊，这样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橙色。我癫痫了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这个还好，已经20抽了，所以我们真的再怎么惨，再怎么惨。我们80抽的时候有一个小保底，再怎么惨，再怎么惨，再怎么惨，这个120抽都有这个武器保底，所以不用怕。好佛心，那当然就是这么的佛心了哦。找阿全，5抽内必定出。好啦，找他来，我5分钟内必定被 ban 了。老哥连胜都保底了，你好像就注定是个保底咖。习惯了啦，我玩游戏就是这样啦，已经很习惯了。给我金色，我也好想要金色。No, 这是谁？我操！怎么是他呀？我操！完蛋啦！至少抽到了，不亏。好，下一抽一定不一样了，各位。这个是一定有 SSR 的。要来了！有了，雷比利亚。哎，先来看一下。这只启用，帅哦，还有尾巴哎！哎呦，这怎样？哎呦，很凶哎，飞来飞去哎，哎呦，这么凶啊！我操，有点意思。你右键长按会飞起来，真的哎，这只玩起来很舒服哦，机动性很高的哦，咬啦！来吧，出发了，准备出发了，各位，我先走一步啦，开砍！啊，我这样屌不屌？我这样屌不屌？哎，他好硬哦！我操，这怎样？我操，一堆鲨鱼啊！半截啊！啊，他去哪里了？他怎么不见了？在上面插D啊！我怎么没砍到他啦？老哥严重脸盲跟路痴，怎么样？有了吧？最后再赏他一个这个，完成尸起啦！我操！怎么突然变那么多人？好多人哦，有点意思哦。哥哥，这什么游戏画面？好精美！那当然。这个游戏是好玩，不过哥哥的技术点点点点点点。来，我们在里面骑这只，怎么样？好快哦，变好快哦。老哥，角度请你瞧好，我们要的你懂的。不是这只就没办法啊，另外一只才有办法，这一只的话就有办法了。哥哥真的是耳难一个，真假？这只看起来可以打，砍死。然后这个海底也有很多这种探索任务啊，什么东西的。如果你们是喜欢体验这种玩法的话，那你们应该很多事情可以做，
因为这个海底世界是非常的大，这样子游其实很快。虽然它是可以直接飞过去啊，你如果真的懒的话，这些点都是可以直接飞的。靠北，那直接飞啊，还游什么泳？怎么了啦？啊，体验一下这个海底世界给各位看一下，不行哦。啊，平常都是在陆地上走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海底世界长什么样啊。来，陆地上，我们骑这个鸟人，后面还有这个餐盒，直接外送起来。啊，这可以飞吗？有计程车可以坐，计程车怎么出发？哦，来喽，计程车有喽，开始坐车喽！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就是这里面。哎，那怎么被捆绑了？哎哎，哦，找到了，蜘蛛怪。有砍起来哦！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？再开这个，我是一直在这边偷射就好。来，来了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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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啦！挑战成功，有没有输出表？我想看一下，有没有输出表？哎呦哎，好多人哦，赞哦。OK，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哎，记得一定要下载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游戏内容非常的多元，角色非常的精致，技能呢也非常的华丽，好不好？操作起来，这个打击感非常的流畅，有没有？非常的绚丽，非常的流畅。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，换塔等各位，好不好？然后目前呢，他们这个海底世界，开放的越来越多了。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海底的世界，慢慢的寻找一些新的这个探索任务啊，甚至是这个海底的世界王啊，很多东西可以给各位体验，所以不要错过咯，有兴趣的赶紧下载换塔。最后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这一期新的这只角色雷比利亚，进阶三星，可以改变它这个造型，变成黑色盔甲，非常的华丽，好不好？非常的华丽。然后这是他的这个造型，整体风格走一个冷酷风，高冷冷酷风，哇，非常的有气质。OK， 那今天换塔就介绍到这，有兴趣的不要错过喽。